之前呢有观众私讯我说想要看除毛前后的对比，就是为了那个观众长期下来只打了单腿。然后最后呢我来非常非常赤裸出卖一下我的腋下，你们看我现在腋下呢已经是打完三四个月，然后整个感觉非常光滑。它真的是一台非常非常快速又很方便的懒人除毛仪。回到频道，今天呢是毛手毛脚的女孩们必看的一集。这一集呢就是来分享除毛仪的完整教学。那我其实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有想过，说我以后打工赚钱，我一定要花钱去雷射除毛，因为你知道毛手毛脚的就是不太舒服。毕竟毛手毛脚就是女孩子通常一辈子会很在意的课题嘛。那像是腋下、四肢、手毛、脚毛，或者是那些小胡子啊、手指毛，都是我很在意的小细节。但是每次雷射除毛呢，通常都是几千块一堂，其实长期下来我觉得算是不太好负担的费用，对小资族或学生族来说。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呢，现在终于可以在家里自己就能够把手毛、脚毛还有你所有的毛都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而且呢，居家除毛也不但可以永久使用之外呢，费用还只要雷射除毛的两到三堂的价钱就可以入手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来分享给所有跟我一样困扰着手毛、脚毛各种毛，然后使用居家除毛仪的人，就请看这一集吧。我之前有开箱过全智贤代言的居家除毛仪，就是这一台 Ulike 除毛仪。那时候很多观众都对这台除毛仪很有兴趣，我也一直使用到现在大概四个多月了。之前呢，有观众私讯我。我想要看除毛前后的对比，就是为了那个观众，我就长期下来只打了单腿，我只打了左腿，打了三四个月吧，然后右腿是完全没有除毛的。现在就放给大家看这些对比，因为我想说冬天我也不太露腿，所以我就觉得没差，因为其实我右腿打一打很快也就会掉了。我用完除毛仪的腿呢，真的是连黑点点都没有，非常干净又白皙。所以呢，今天影片呢就是跟 Ulike 合作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次从头到尾到底该怎么使用居家除毛仪，还有前后两代的对比。示范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开箱 Ulike 最新的新品，是这一台 Air 3，顺便给大家做一下前后代的比较。Ulike 他们家的给我感觉像 Apple 一样，会一直推陈出新全新的除毛仪机种。新一代的 Air 3呢，我觉得用完之后真的感觉改良了好很多。第一个是体感明显轻很多，所以你在除毛的时候呢都不会觉得手很酸，非常的轻巧。第二个呢是它的能量从6升到7，能量越大呢就代表效果会越好，见效呢也就会更快。然后 Air 3的无效面积呢是从 2.7 减小到了 1.9， 这代表你会更不容易漏掉要除毛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最棒的就是 Air 3有连打的功能了，只要长按呢就能够一直施打，完全就是懒人服役，这样打超级超级快。另外同时呢，它的冰感也是升级了，之前用绿色那台旧款的呢，用久会有一点点热，但是紫色这一台呢，连续用30分钟都还是冰冰凉凉的，一点都不会痛。跟大家科普一下除毛原理，为什么可以永久除毛呢？原理就是将光能转为热能，可以更有效的瓦解我们的黑色素，抑制我们的毛发生长，达到一个永久除毛的效果。今天就来释放我的腿部还有手指毛，跟大家应该是最在意的腋下，我就直接除毛我的腋下给大家看。之前的档位呢改了模式，分别是轻柔模式、身体模式跟强力模式。那轻柔模式呢是可以对应你的手指啊、比基尼处或者是唇毛，比较敏感的部分我觉得用这个打是完全不会痛的。另外身体模式呢是对应四肢、腋下还有前胸、后背等。强力模式呢则是对应毛比较粗硬的部位，特别顽强的毛、比较粗硬的毛呢，其实你们就可以用强力模式。那我自己用完就觉得完全没有痛感，而且它真的是冰冰凉凉很舒服，所以我基本上用完真的是完全就是无痛除毛，甚至比我去医美诊所除毛的还要来的更不痛。那我自己呢在使用的时候会觉得说，整体新一代的 Air 3呢是真的很冰，从头冰到尾，然后连打的速度呢是非常非常快的。我基本上就只要戴好墨镜，按连打的模式，啪啪啪啪啪的一口气打完，其实整个滑完之后就全部结束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两边小腿的对比，很明显可以看到这只呢就是连打了三四个月的居家除毛仪。你们看这边呢非常非常的白皙，这边呢你们看就是比较多毛，光是有毛我就会觉得我两只小腿的那个颜色落差就有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这就感觉特别的白皙。那居家除毛到底要怎么安全的除毛呢？其实真的很简单，第一步呢先用你们习惯用的除毛刀去除毛。那 Ulike 买的时候呢，它有附赠它的除毛刀可以给你们用，只要这样子把你的毛全部除干净就可以了。我们去医美诊所之前呢也都会先除毛嘛，这样子会让雷射更有效果一点。好，我现在拿出这个 Ulike 除毛仪，现代的 Air 3呢长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直接把插头插上去，嘿，然后呢我们打开旁边的这个按钮，这边就瞬间立刻变冰，有那种雾气，然后背面正面全部都是一个风扇。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就是它的风扇啦。你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是没有亮的嘛，那只要一接触到身体，有没有立刻就亮起来了？亮的时候呢才是可以打的区域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误打，有那种不安全的状况，就完全不会。一般就直接这样子按一下就立刻打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子长按就立刻变了连打模式，就这样子
非常非常的快速又简单。一样，如果连打模式的时候呢，没有碰好，它一样不会打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快速的去划完这一圈小腿，就可以打完一整只腿了，非常非常的快速，划一划。我的双腿打完可能不用五分钟就结束了，非常非常的快速。它真的是一台非常非常快速又很方便的懒人除毛仪，然后可以完整的把我毛的除得非常干净。你们看我现在讲几句话呢，我这个大腿这一面几乎全部快速除完了。好，现在就快速除完我左边的小腿啦，然后呢另外一只就是刚除毛的地方呢，也就是可以直接的去快速的边打，有没有？真的是非常非常快。除毛仪就是那么的简单哦。然后膝盖这边呢，再稍微的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因为这边比较崎岖一点嘛，所以呢我通常会稍微的平放一点，像这样，这样会比较好去打，因为有骨头嘛。然后旁边这边可以再稍微加强一下，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手指毛。其实这边呢之前都是蛮多的，然后我打完这三四个月后几乎就是光滑无比，但我的习惯会去稍微的带到这样子。我自己手指毛会习惯四支并排这样子打一下，然后呢这边打一下，下面一点呢也是带到，这样子大概分四次就可以打完。然后呢大拇指的地方我就是会跟着旁边的肉一起并在一起，这样子就会亮了，没有就可以直接打一下，这样但是打完了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快呢？然后最后呢，我来非常非常赤裸出卖一下我的腋下。你们看我现在腋下呢，已经是打完三四个月，然后整个感觉非常的光滑，因为我之前腋下的毛其实很多，然后也算蛮卷蛮硬的。那打完这三四个月之后呢，我现在只会偶尔长出一些比较稀疏的毛，而且是那种很细很细的细软毛，所以我就轻轻拔起来也很方便，轻轻一碰一样就是亮一下，然后我就开始试打，一样是这样子。那腋下的话我就不开脸打，我习惯就是慢慢的去调角度，然后像如果你是毛比较多的人呢，可以往外围稍微打一下，还有是下面这边也都会带到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打完了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他们家的除毛仪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从去年七八月就用到现在，一路用了四五个月左右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满意。然后我自己用完最大的感受呢，就是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毛发算旺盛的人，然后呢我各个身体部位的毛其实都很多，小细节我比较不能忍受的就是那种手指毛、小胡子还有我的眉毛、杂毛真的很多，所以呢各个部位我都是会用这个居家除毛仪来施打。自从用了 Ulike 家他们家的除毛仪之后呢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医美诊所打雷射除毛了，因为自己在家打真的很方便，然后你又不用去市区这样舟车劳顿的去做医美，然后还要敷麻什么的，就完全你只需要戴上墨镜然后直接打，打完就结束了。在家里呢随时要打都可以，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快速。最后呢如果想要买的观众们，我一样有争取到折扣码给你们，用我的折扣码去购买呢，下单标注的名字会附上这些赠品给大家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些影片，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有些帮助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到 Facebook 跟 IG 找我玩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，拜拜。